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妹，欢迎再度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在日常锻炼挥洒汗水同时，是否有好好的沉淀自己，探索自己的心灵，找寻内心的平静呢？今天 Mayfit 再度邀请到我们的 Winnie。 嗨， Winnie 今天要带大家做的是心流动的练习。那心流动的练习对大家来说可能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的难，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挑战。那我有把难易度稍微调整一下，所以你们可以跟着妹一起做选择一，或是跟着我一起做选择二。如果你准备好的话，就跟着我们开始吧。开始跪坐在垫子上，将膝盖微微的向外打开，让双手往前延伸。今天第一个是婴儿式，双手打开肩宽，吸气延伸背后，吐气慢慢的将头垂下，轻轻的将臀左右动一动，去放松一下你的下背。再来，让你的臀坐靠近脚跟，脊椎向前延伸，额头再往前轻点一格，慢慢的吸气。给自己五个深呼吸的时间，准备好开始今天的练习。再将双手往后走回来，现在将膝盖带回到骨盆宽，让你的右手手指点在外侧，吸气让左手从旁往上带起，吐气让右手再往外爬出去多一点点。现在让右手掌按到地板上，臀移到左边去，拉长你的左边侧身，深吸，深吐，让你的右肩再往后转。三、二，再把左侧腰拉开。And 一，慢慢的带回来，让你的左手往外走出去，吸气，右手从旁边往上带起。吐气，让你的左手再走出去。现在臀移到右方，吸气，再把你的右胸打开。吐气，让你的左肩往后转，放轻松。保持深层的呼吸，停留在这里。慢慢的带回来，现在我们进入到四足跪姿，将双脚脚趾扎在地板上，手去推地，让你的上背撑上来。吸气，让你的右手往上举高，吐气，让你的右手穿到左手下面。重复再一次，吸气，右手往上，吐气往下。再两次的练习，吸往上，吐往下。One more， 吸 ，and 吐。最后一次，将你的右手往上举高，右手绕到你的背后，将你的臀挪回到中间。右手慢慢会找到你的左边大腿前侧或内侧，将你的胸口转向天花板。好，左边手肘没有锁死哦，让它放松一些些。把右胸口转向天花板。三、二、一，慢慢的带回来。再来，左手往上提，吸气，吐气往下转到右手下面，吸气往上。吐气往下，再两次加油，吸 ，and 吐 ，one more 吸，再吐，吸气，左手往上提起，吐气，左手绕向背后，找到你的右边大腿内侧。现在把臀挪回到中间，把左肩往上转向天花板。三、二。一，很好，带回来，让手往前走两小步，手保持肩宽，手肘向后转。现在手去推地，让你的背撑上来，肩膀往下放，远离你的耳朵，脚趾扎地，进到今天第一个下犬式，轮流踩动一下你的双脚脚跟，让你的手把身体推高，脊椎先延伸，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双脚脚跟一起去找向地板。好，手推保持肋骨微微的向内收，腹部的力量还是会启动到。现在让你的左脚踏稳，吸气，右脚往后往上提起来，吐气，让你的右脚往前，膝盖夹向胸口，轻踩到地板上。现在手从后往上带起来，吸气，吐气，髋往前坐下来，肚子大腿分开，挺胸，吸气，吐气，让肩膀放轻松，保持微笑，看向前方。
三、二、一，慢慢的重心往后。现在让你的髋在膝盖的上面，让右脚往前勾起来，手指点在地板上，吸气。吐气，手慢慢的往盘往前走，头轻垂下。记得将你的右髋往后转一点点。再一个吸气，慢慢吐气。你们可以像妹一样，将右膝盖微微弯曲。三、二、一，右脚90度伸起来，左膝盖离地，右手后往上延伸带起，吸气，吐气，转开你的胸口，让右髋往后转，蹲低，再将你的右手往上举高 ，easy twist。三、二、一，右手从后往前带，好，掌心朝下，让左脚跟转开来，左手往上画，提起来，蹲下来到 warrior two， 看向右边，吸气。吐气，将重心往前蹲下来，右边大腿内侧打开，眼睛看向前方，很好，保持肩膀放松，双手手臂延伸拉长，吸气向后倒 reverse， 掌心朝下，胸口打开，侧腰延展。好，吐气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一个小挑战喽，重心往前，双手胸前合十，肚子一收，头顶向前，后腿往后，尽量让你的头、身体、屁股、脚一样高。三、二，加油啊，妹！一，双手按地，踩回到下拳。呼，深吸气，深吐气。准备好了，我们来做另外一边。吸气，将左脚往后往上提起来，吐气，重心往前，膝盖夹向胸口，踩到地板。好，现在左脚需要后往前挪，右膝下地。双手从后往上提起，吸气，吐气，髋往前，胸往上，肩膀放轻松，很好，好像早上起来去看日出一样，很舒服的感觉。OK， 三、二、一，慢慢的将你的左脚勾起，重心往后，手指点地，左脚跟可以往前挪一点，吸气，延展你的背，吐气，将左髋往中间收进来，身体往前趴向你的左脚。手可以往鞋外走出去，或是停留在原地，让你的腿后侧慢慢的加深就好，保持稳定的呼吸。三、二、一，非常好，踩着你的左脚，按着你的右手，让你的右脚跟向后一踢，膝盖离地，左手后往上延伸，吸气，吐气，手推地，身体往上打开你的胸口，好像在撑 side plank 一样。三、二、一，左手从后面往前绕，转开你的右脚跟，踩下，让你的右手举起，进到 warrior two， 吸气，吐气，记得右臀不要翘出来，将右臀收下来，眼睛看向前方，前面后面的手都要有生命的去延展，很好，打开你的左边大腿内侧，吸气，吐气，蹲下去，吸气，往后到 reverse， 保持左腿90度，吐气，慢慢的重心往前，双手合十，踮起你的右脚，重心往前，慢慢的 lift 起来。Warrior three， 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双手按地，踩向下犬式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新的动作，叫 Wild Thing。好，踩着你的左脚，吸气，右脚向后向上提。吐气，弯曲你的右膝盖，把髋翻开来，左脚跟转向垫子的左下角，左手按好，右手手指踮起来，现在屁股一翻到垫子外面去，右脚脚趾点地，蹲低一点，吸气，吐气，把髋推高，吸气，手画一个大圆出去，吐气，带回到下犬，很好，我们现在做另外一边，吸气，将左脚向后向上提起来，吐气，翻开你的髋，重心送到右边，右脚跟扎地，慢慢的左手手指点地，左脚倒到背后，吸气蹲低，吐气推高你的臀，好，手画一个大圈，吸气往外，很好，妹很好，继续画，不要犹豫，吐气回到下圈，又再试一次哦，这次我们的动作会再加难一点点，吸气让右脚往后往上提，吐气膝盖夹向胸口，轻踩地板。这一次膝盖不落地了，左脚扎着，吸气，双手从后往上进到弓箭步，
吐气蹲低，三二，胸口打开，肩膀放松 ，and 一，慢慢的手指点在地板上，左脚往前点一步，让左脚跟下地，右髋往中间收，手掌按地或手指点地，停留在这里，三二一，慢慢的将左手按着，左脚往后点一步，右手从后往上延伸，吸气，吐气，停留在这里。好，现在右手从后往前带，勇士二，吸气，吐气，停留在勇士。再来，左手绕到你的背后，找到你的右边大腿内侧，右手翻到后面去，踮起你的右脚，吸气，吐气，往前往下蹲低，踮高，三二，再抖了，加油，髋打开啊，一，慢慢的带向中间，双手胸前合十，踮起你的左脚，重心往前 lift 起来，进到勇士，三五四三二一，蹲低，右手手指点地，左手叉腰，左脚保持在空中， half moon 把你的髋转开来，左手往上提或像妹一样停在这里，胸打开，很好，三二一，双手按地，左脚脚趾扎地，好，现在右脚提起，吸气，吐气，翻开你的髋，好，现在做刚刚的 wilting， 倒到背后去，让右手画一个大圆，吸气，吐气，回到下去，呼，三个深呼吸，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，深吸，深吐，再一个慢慢的吸，加深的吐气，左脚往后往上提起，吸气，吐气，膝盖夹向胸口，轻踩地板，弓箭步，膝盖不落地，吸气，双手往上延伸带起，吐气，往下蹲低，左髋往后收，右髋往前推，三二一，保持平静的心情，慢慢的双手往前，右脚往前垫一小步，左髋往后收，吸气，延伸你的背，腹部收紧，找向大腿前侧，吐气，盖下来，三二一，慢慢的带回到中间，让你的右脚往后点一步，左手后往上延伸带起，进到 easy twist， 吸气，吐气，把胸再往上翻开，屁股蹲低，三二一， warrior two， 左手带着你的身体往前，好，右手往上，再进到勇士， OK， 现在记得右髋收下来，右手绕到背后去，吸气，让左手掌心朝上，吐气，蹲低，踮起你的脚，打开你的大腿内侧，我也在抖了，侧身延展，三二一，带向前方，双手胸前合十，重心慢慢往前 lean forward， 进到勇士，三五四三，右髋摆正，二一，左手手指点地，右手叉腰，现在将你的右手保持叉腰，眼睛可以像妹一样看着地板就好，或是像我一样慢慢看出来，将右手后往上提起，让髋翻开，胸翻开，肩翻开，加油，保持腹部核心稳定，三二，左脚内侧踏稳了，一，慢慢的带下来，双手按地，右边脚扎，左脚往后往上提起，吸气，吐气，翻开你的髋，进入到 wilting， 吸气蹲，吐气，推高你的身体，让手画一个大圈，吸气，吐气，进入到我们健身也会做的平板式，肩膀现在在手腕上方，手推着地板，让你的上背非常的有力气，手肘向后转，让你的双腿延伸，脚跟向后，头顶向前，肋骨往内收，三十二九二八二七，五四三二一，侧平板，像妹一样，双脚叠在一起，
左手往上延伸，侧腰往上提起，或是像我一样将左脚往上撑高。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chain side， 吸气 and 吐气。 OK， level 1停在侧平板。 level 2将脚往上撑高，15 14 13 12 11 10，加油，9 8 7，不要放弃，5 4 3 2 1 elbow plank， 吸气，肩膀在你的手肘上面，上背撑起肋骨内收，头顶向前，脚跟向后，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。6 5 4 3 2 1，转身右肘侧平板，你可以选择脚叠或是脚上。15 14 13。5 4 3 2 1 chain side， 吸气 and 吐气往上。15 14 13。5 4 3 2 1，带上海豚，手指扎，肩膀推，臀提高，头不碰地，将你的双脚往前走，手肘一推，将你的背往后往上撑高，臀往上提，颠到最高以后，脚再往前走，臀再往上提，像刚刚推下犬一样。最后20。七推高，六再往前走，五再往后推，4 3 2 1.5 1 and finish child's pose， relax， 让你的臀左右动一动，重心慢慢的从后往上带起，吸气手往上画一个大圆，吐气手来到心口前方合十，感谢自己今天的练习。 Namaste。 So May， how do you feel？ 哇，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盖的耶要保持核心平衡，然后我觉得真的结合蛮多肌力训练跟柔软度的练习，我觉得整体做完不是说太累或太喘，但是整个人就是非常的感觉很棒，就是身体换新了一下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做一点轻运动，加上时间也不要太长，居家只要一张瑜伽垫，不需要任何的辅具，你可以完成这样子的瑜伽练习。那当然过程中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，你们都可以暂停休息一下下，所以还是要尊重自己身体的声音，然后安全的完成你们垫上的练习。谢谢妹，谢谢谢谢，下次再见，拜拜拜拜。